今天是郑慧琪最后一次被训，最近你脾气变得不好。你又要问那个问题了？没有了，我说你最近脾气变得不好，啊，你像早上呢，我大声些哦，我觉得你现在有一点，我们旁观的人看哦，不，你有一点权力失落焦虑症。不会嘞，啊，都快要没有院长可以做了，我就脾气变得很坏，不会嘞，很糟糕。不会嘞，你看。你问我都笑笑，我笑笑，我在想，你笑笑，你以礼相待，我加倍奉还，反过来一定一样。人对我不客气，我对他更不客气。他跟你不一样，你看你资深有修养，你一个一个问，清清楚楚。不能这样子啊，院长来这里你是客啦，你要客气一点啦。你来立法院你是客人，要客气一点啦。对，我一万一大选以后你阁揆被换掉。万一，看我，万一哦，满意了哦，万一，如果1126你阁揆不再做了哈，你觉得做这么长的阁揆，你有什么事情还想做？有什么事情你觉得想做还没做完？院长啊，你这个内阁快变成吵架内阁了，你开始来这弄大声声，跟立委大声声，结果你的部长就开始跟立委大声声。包括薛乐远，等一下一上来，可是一上来，卫福部长啊，原来还没有当部长以前啊，当时啊，那 KKKK 专业，就专业论专业，这么不是嘞，动不动都我来大声声，我觉得拢给你吵坏的。不会，都啊，你要尊重立委啊，啊，利用，你也要尊重立委啊。万一你如果不再做院长，我就给你一个封号，苏贞昌内阁，就是吵架内阁，治安败坏内阁。乱讲，官官相护内阁，乱讲，这是我的看法哈，官官哈，我尊重啊，你当然尊重。